回去，我唔发觉咩，所以有时我啊吃点面，什么啊烧包没有，哇，可能一个小时多要好了，要好了，要好了，要好了。重点是老板娘记性很好，还记得我们叫什么。对，你说他不好吃，不可能来一个小时等他。等了一个小时多，终于来了。可能还要睡觉了。现在是12点，两个字。为了是那个提前睡觉的时间。对呀、啊。为了这个。啥？还有鸡丝面，还有鸡肉，赞！全部都要睡觉了。我吃了，拜拜。